关心李明的健康新庄幸福里将在6月2号举办两场的社区健康检查的活动。里长也提醒民众呢，记得在当天最好踊跃的前往接受检查，毕竟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是自己和家人的幸福。幸福里即将迎来本年度的社区健检活动，时间就定在6月2号，而且一天之内就办两场，方便各时段里民前往检查。对，我们6月2号哈有那个一次的那社区健检免费健康检查，有分两梯次，第一梯次就是下午2点到4点，第二梯次是晚上5点半到8点半。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乳癌筛检和子宫颈以及粪便检查外，还增加了口腔黏膜和戒烟卫教，让大家可以提早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。女孩子就乳房摄影，还有那个子宫抹片检查，还有那个口腔黏膜检查，还有那个戒烟卫教。里长提醒当天要做检查的里民，记得要携带身份证和健保卡，方便卫生所同仁做登录。当然也请大家尽量拨空前往，因为总归来说社区健检也不是时常举办，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。记者新庄采访报道。